张老现在带我爸妈出去逛逛古城，顺便买个重要的东西。那有没有药店啊？这里面没有药店，就点个外卖都要点，而且多了就是民宿啊。对啊，你赶紧把版纳的民宿搞起来。今晚的月亮很亮，带我爸妈游一下古城，顺便带朋友们也云游一下古城啊。这电影亮着熊了吗？电影亮来了咯，给我们三个拍张照片，来，三二一，耶！这家火锅店挺有特色的。我说了你又不吃，老司机酒吧。啊？逛街逛到了鲜花饼，来云南必吃的，我们尝一下啊，看哪个好吃，然后买一点。我爸喜欢吃，就到甘肃去。它不光有玫瑰花的，还有茉莉花的，好多种花花的都有。好多银子，对，这全是银子。哇，正好有个药店。哎，这中药店吗？哦，有西药，你去问。你买么买？你买，我怕。那就不买。多买几个啊？要那么多干嘛？你多买几个就行。那没怀你一直测也测不出来呀。哎呦，你买三个。你买三个干嘛？今晚测一次，明早测一次。哎，你测起来。哎呀，急啥嘛？要早上，早上准。我跟你讲，小迫切的知道结果。哎呦，腿软。我都没尿意去。有，你憋一憋就有了，就喝点水。哎呦，急死了！我的妈呀，你真买了三盒啊？嗯、这个一个就够了，这一个多少钱？大卫的这一个10块15块钱吧。嗯。你买10个300个，他没怀。你再多少个，他也测不出来呀。他不说越多越能测得出来怀上了，有备无患嘛。那怀上了一测一个准，不怀你买成千上万个他也测不出来。我去测了啊，希望是一个争气的结果。好，我尽可能的争气一点。我把这个外套脱了，不然施展不开。姐妹们，祝我好运啊！还是没有。出结果了。我看。我看一下嘛。哎呦，瞧你那个样子，我就已经知道答案了。我对自己是相当有信心的，知道吗？滚！哎呦，我这个人就藏不住。别跳！两条。来来来，姐妹们，我放桌上，你们慢慢看。哇！拿回家装个框裱起来吧。你确定吗？这两个拍个照，这两条线不是一样的红吗？是一样的红啊，它这就是两条线都一样红的呀。中间这条蓝色的呢？蓝色那是三朵小花。老妈也担心得很，我去跟她说一下。哎呦，不至于。不是，因为我们挨了太多的骂了，知道吗？就是，我甚至都有时候都怀疑我自己是不是真的有问题。哎呀，没有问题，没有问题。那前段时间喵子跟姑姑两个人在家的时候，天天催着我去看中医，他们老觉得我有问题。合作愉快。你别跳。
我下去跟老王说一下啊。那我要赶紧把这个正面的备孕中要改成怀孕中了啊。哎呀，你把衣服穿上，你别蹦蹦跳跳的，你刚刚跳的跳，不能跳啊，没事吧？哎呀，你现在重心是什么啊？好好去学习一下，学习一下，知道吗？学习什么？前面三个月是不稳定的，我们直播完啊，就回湖南去检查一下。按这推迟17天算，这我也算不来哦。这里有一个，我怀孕了。这边他给我推算的是已经6周了，今天。预产期是10月28号，是这上面推算的，但是去医院人家医生也会算是吧？嗯，给你，对，哦，是给我，不是给你。你笑什么？突然觉得你很尴尬。很好，把这个消息第一时间告诉各位叔叔阿姨啊。他们比我更着急，我跟你说。推迟5天的时候我测了嘛，不是没有，我就一直都没管。朋友们也催着，前几天我在版纳的时候也催着让我测，我就不想，你说之前失望过那么多次，我就不想测。要不是今天，大家都一直说你测你测，因为这个时候已经10几天了，我心里也是在担心，又怕跟之前一样，这次已经10几天了，知道吗？主要是我今天敢测，是因为我从来不晕机，坐飞机我突然吐了，而且这两天胃不舒服，我那天偷偷的查了一下，就是有那种感觉，而且6周确实是应该是有一点晕气反应了，所以我才敢测的。从现在开始啊，你给我忌口，能吃的不能吃的，能吃的不用忌，不能吃的要忌口。你激动傻了吧你是哈。好了，别笑了，打住。我都可以打住。别笑了，我现在就是迫不及待的想回去把这个事告诉娘子，看她是什么反应。我在我湖南婆家的时候，那段时间姑姑也在，他们两个人天天上她天天要我去这里看，去吃中药。她说你是不知道，她天天说小北今天下雨，我们去那个老人去看什么。小北你今天拍视频吗？不拍我。我就说我就跟你们说过，我没有问题的啊。我也没有问题的啊。还算争气啊。各位姨姨舅舅们，等到10月底呵呵就有一个小可爱喊你们姨姨喊你们舅舅了。哎，不管怎么样，谢谢各位娘家人，谢谢你们的督促哦。不过你们真的是给我们俩压力真的挺大的，虽然知道大家是好心，但是你们一直问一直说一直问一直说，对我们两个当事人来说，尤其老罗这么大年纪了嘛，37岁了，我们压力就真的一直很大。好了好了好了，哎呀，这是一件开心的事情。哎呀，这是一件开心的事情哎，你要当爸爸了耶。你想生出来那么白白的软萌萌的一个小玩意儿，一天贴着你。我能理解你的心情，我也是。